好，这等一下跟《绝命列车》合作，我们就直接看一下《绝命列车》的奖励呢。哇哦！等一下，哦，所以我讲棒球姻缘是不是？就这么爽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关。我们主线卡了吗？主线卡了，我跟你讲没关系。我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拍耶，就是我跟你讲，你们都卡了之后呢，就是直接，你等一下，就直接升主堡，你们不要管这么多，反正你们卡住就是主堡直接升下去，来。我们影片不虎烂，看到没？哇，就这么好玩。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办的，因为我主线卡住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想起来，就是要赶快接主线了，不然你进度会来不及。然后你就出征，好，你就出征。这边可以直接切吗？这边可以一键升级了。你有玩过僵尸来了吗？超 nice 的游戏，每天不用你几分钟的时间，来，有够好玩的。而且我们还有工会，我的工会又复活了，要加入我的工会的，赶快。我们现在可以调到14级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、哦、，MMMK 金属 K， 你呢？好好玩哦。